以前偷偷男人唱女人的嘛，父母他们是不可以给你们去学嘛，我们偷偷去学，那个男的每一个都过世了，每一个都过世了。 我们三村龙是从以前到现在差不多100年的那个墓，马来西亚、新加坡啦，存在现在没有其他的了。以前呢，每一年100多万，以前很多年轻人看，很多，现在没有。日本一过去哦，那时候就慢慢有拜，他们是拜神的，说哎呀，每一个人这边拜神，那边拜神，就是有戏很多的哦。那时候开始有戏的，在中国的100多年都有了。以前是有很多给那个政府上来哦，通通把他们都去烧掉什么咯，后来他们弄新的也是有。 那我们这个是在新加坡没有什么，只是我刚刚拿回去弄新。孩子还可以讲海南话，孙子一字都不会，没有讲英文，他们讲英文，都没有人去学，就是慢慢来就要完了。